第十章，不凭血气征战。我保罗，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，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，如今亲自藉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。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，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。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，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藉着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难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信服基督。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信服的时候，要责罚那一切不信服的人。你们是看眼前的么？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，他要再想想，他如何属基督，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。主赐给我们权柄，是要造就你们，并不是要败坏你们。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，也不至于惭愧。我说这话，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。因为有人说，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，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、言语粗俗的。这等人当想，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，信上的言语如何，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。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，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，用自己比较自己，乃是不通达的。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，只要照上帝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抠到你们那里。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，好像抠不到你们那里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。当指着主夸口，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，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，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，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，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，藉着他现成的事夸口。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，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，乃是主所称许的。